等一下要演出的第一首曲子就是刚刚小朋友们猜到的什么？哎呦，我没有听到。好，掌声欢迎管乐班的演出。Thank you.
的演出者跟台下的观众一起互动的。最后一首来了，要让你们动一动，有没有看到大哥哥大姐姐上台？会跳妖怪手表的站起来。